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宝，今天来到我一个哥们家，看一下他这条麻犬，他这条麻犬什么都会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放了吧。住在这儿吧。嗯，就这就上这个房吧。上这个房，这个房不是？啊，上这个房。中。先在这上房吧。中，上吧。走。来，走。坐，太溜了。来，小宝，过来，坐，坐，坐，过来，坐，坐。太溜了，这墙有多高啊？这墙啊，有两米，有一米多，两米吧，就是两米，一米八，嗯。好的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条狗非常的溜，非常的溜。听我这个哥们说，他说平时能跑多少？跑四五十公里，四五十公里能跑四五十公里，这马犬的耐力还是非常棒的。它叫啥名字？黑豹。它的名字叫黑豹，非常不错的一条公狗。秋天跟着细狗去地里逮兔子。秋天跟着细狗去地里面逮兔子，这活它都能干。现在呢，也是因为我这个哥们儿他养不了了，所以说有喜欢这条狗的可以私信我。非常不错的一条马犬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大家拍到这儿，下期视频我还会继续展示这条狗的其他特点，比如说找东西、护主之类的，有喜欢的可以持续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